久，那我问你，之前用的 Google 表单收集访客资料，也能自动连续寄信给对方吗？这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 Google 表单的功能呢，它纯粹就是用来收集表单所填写的资料。收了这个名单之后呢，预设是没有办法去自动回信给对方的。那安装外挂功能可以吗？虽然可以安装外挂功能呢，但最多呢也只能够自动回复第一封信件。例如啊，这个表单的内容如果是某一个活动的报名表，那就可以去透过安装外挂功能呢，让这个自动回复对方的第一封信至报名成功的这个通知函。但是呢，接下来的多封连续发送的信件就做不到了。那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自动回复信系统呢？目前呢，在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有像 GetResponse 或是 ConvertKit 或是 ActiveCampaign 还有 MailChimp 等等呢这些公司。那其中呢，像 GetResponse 有支援中文的语系。那台湾呢，近几年呢也有自己研发的一些类似的平台。不过因为整合性的考量啊，我目前是使用国外的 GetResponse 这个平台啦。那这些平台呢，都是属于第三方的邮件发送平台哦。什么叫做第三方邮件发送平台呢？如果我用免费的 Gmail 发信不行吗？所谓的第三方啊，意思就是说，透过这些平台，你可以去使用原本的寄件者电子邮件去发送这些信件。但是呢，这个寄件的伺服器啊，它是第三方平台，像这个 GetResponse 他们公司所提供的主机。好，例如啊，你在 Google 里面去申请了一个 mail， 然后小鼠 gmail.com 的 email。然后呢，你用这个 Gmail 的平台去发信，这是属于正常的 email 发送的行为，并没有经过第三方的主机，所以啊，有一些功能呢是没有办法达成的。例如啊，刚说的，当这个访客填写表单之后啊，就会自动每隔几天发一封信件，然后连续发送好几封事先就设定好的信，这个呢就没有办法在 Gmail 里面做到了。另外啊，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小美我问你。如果呢，你收集了1000个访客的 email， 然后呢，你想在特定的节日里面一次发送商品特价的通知给这1000个人，你会怎么做呢？这很简单吧，我就在 Gmail 的收件人设定1000个收件者，然后寄出不就好了吗？哈，如果你真的这样寄信的话呢，就会被 Gmail 的系统给挡下来了，信件根本就发不出去的哦。真的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电子邮件的平台啊，都会限制一天的发信总数。例如啊，你一次最多发给100个人，然后呢，你一天最多只能发送500个收件人之类的限制。这每一家的邮件主机商都会有不同的规定哦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？就是怕被滥用啊。如果没有限制的话，那就会有很多人把 Gmail 直接拿来大量的发送广告信件，到最后呢，大家就会收到一堆垃圾信。那 Gmail 的平台的流量呢，也会被大量的电子邮件占据了大量频宽，这个呢对整个网络生态都是一个大灾难哦。而这个第三方的邮件主机商啊，它是用以量计价的方案来收费的。例如说，你的名单量在500人以下，好1000人以下，或者是2500人以下，好之类的分级，或者呢是在搭配功能的分级不同来收费，这样呢才不会有滥发信件的问题啊。哇，原来发送信件也有这么多学问哦。是啊。不仅如此呢，这种自动回复信件的系统啊，还会帮你去统计有多少人打开了你发出的信。如果你的信件里面呢有外部的连接，那它也会帮你去统计有多少人去点了你这个连接哦。所以这些功能在 Gmail 都没有吗？这种统计信件发出的开信率和点击率啊，在一般的邮件平台通常都没有的，所以呢，大家才会愿意去付费使用这个第三方的邮件系统提供的服务。因为啊，在做行销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必须要去知道客户的反应，透过这些数据统计啊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去如何修正我们下一次的行销方式哦。那如果我发出了一封 email 给1000个人，但是只有100个人把信件打开，我该怎么修正呢？哇，你又问到重点了。那我反问你哦，你一天大概收到几封 email 呢？嗯，大约也有10-20封吧。那你会不会每一封都点开来看呢？不会耶，通常都是看到比较有兴趣的我才会点开来看，或是比较重要的信，像是银行的电子账单之类的。那就对啦，你一开始呢会先看到信件的主旨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当我们把这个发送信件给这些名单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就要写一个让对方感兴趣的主旨？
甚至你让他觉得说，哎，这封信就好像账单一样重要，让他不得不打开信件然后看这个内容。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呢，那你发出去的信件行销效果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哇，真的耶。所以我的信件主旨是不是要很耸动人心，让对方很想点开信件呢？原则上是这样没错啦，但是要小心，千万不要离题哦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主旨啊和你这个信件的内容啊，一定要有强烈的关联性。例如说，你的主旨写这样吃就可以多活十年，然后你的内容却是保湿精华液的分享介绍，那这种信件呢，就会让收件人感觉受骗上当啦，以后他就把你的信当成垃圾邮件来拒收了。可是现在的通讯软体这么多，有很多人都不收 email， 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收 email， 只是看信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及时，有时候呢会隔个几天才去开这个信。再加上你说的啦，确实现在很多人都用 LINE 或是脸书 IG 这些私讯功能来沟通，所以现在的行销工作啊就变得很复杂。据我所知呢，目前啊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啊或是脸书的聊天机器人啊，也有类似的自动回复连续讯息发送的第三方平台可以使用，只是啊每多一项行销工具就多一笔行销的成本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没那么多钱呢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呢。先去挑选符合自己预算的工具咯。目前啊 ，email 的自动回复性的系统成本是比较低的。那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呢，它是有提供完全免费的加好友就发送自动欢迎讯息这个功能，都可以去商家利用。等到你赚到钱之后呢，再慢慢去拓展不同的工具。一开始呢，你就先集中在一个工具。那当你收集的名单数量最大化，把它当成你的主要目标。善用第三方邮件发送平台自动连续发信及自动统计功能，分析统计数据，掌握精准行销方式。另可依自己预算挑选 LINE、FB、IG 私讯功能与访客联系，增加行销机会。